好，我们这场比赛回来了，看一下这边是败部的，哎、欸，这第几轮？第六轮，败部第六轮，是决定 Lemon 能不能，我们的 Morning 能不能挺进到下一轮的关键之战啦、啊。我们台湾最后希望在美服的这个赛第二天，第三、第五是来到了天蓝降临，那我们第九左下角是红色的台湾虫选手的 Lemon。右上角只是蓝色的纽西兰的冲选手 Risky， 而且这个车肯定是来救 TOP 的，大家莫慌，各位我先走了，各位，专车接送，对，专车接送，这个我的专属音乐，登场音乐以后就选这个，两边进线开，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这 Risky 我记得他分数低吧，波幅我记得那时候去年有播到他的时候分数还蛮高的。哦，对啊，我来研究一下他现在几分。Risky 这人在推特上面也是蛮嘴炮的，也是嘴炮一格的。我波幅6400啊，就是有点难打啊，这个人真的。因为他刚刚是输给谁啊？不知道他怎么，他是不是胜者还是败者？他。我看一下、喔、他是输给了谁呀、啊？去哪里了 ？Risky， 他输给了 RYU， 那个秘鲁的神族，秘鲁的那个虫族吧，没记错的话，看一下 RYU。哦，这个 RYU 哦，不是，是看错了。RYU 美服5900啊！哦，这个虫族有点实力耶，看来早晚有机会了。就是这把了，分数落差有点高。对，就是这把。看来 R1X 没有办法在下一把登场，没有下一把了。对啊，先拿起来。没有啊，早晚有机会把这个干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如果他刚刚这个 Risky 刚刚真的是 B， 你说 ZBZ 被那个美服5900打下去，对，我觉得有机会。二本是变在了二矿啊 ，Risky 是绕了一波，绕两条狗上来，直接进行火力侦查，也确认自己的确认这个雷蒙的二矿是有在提升二本科技。那雷蒙这边呢是，是没有看到这个进化室，然后有看到三矿，哦，已经开下来了，那应该是什么都不会看到，因为他就是什么都前面什么都没出，就是要直接跳一攻骑士章，还是对面一攻骑士进度，差大概10秒吧。还可以，这个一攻对面现在就是刷，先刷起来，然后赶快把那个一攻的进度上去。我要先出一点狗出来控，这个狗是要稍微阻止你三开一下，因为你如果什么都不出，对面早安这边又可以什么都也不出的去三开。所以这边稍微爆一点。哎，你帮爬起来。穿控一下。换一只、欸，你换一只吧。好，上出来了，上出来了。发不打，要换开另外一边、来，另外一边，可以。要进入一个蟑螂互威的局面了。但是早晨这边是有，等一下重建胶质就会完成哦。它的科技是蟑螂移动速度是比这边快一点哦，不是快一点，快很多。他现在就是现在这个 Risky 这边就是要先把他那个二三矿重开，这样等一下，对，这样等一下，如果早安从这边过来交战的话，比较不会在中间这里被吃碳水。靠，去了，点农民吧。没点到，上去主矿，卡好位置了，账号告出来。可以，没赚到东西，进来看一下，确认一下。
爪在后面的东西，爪子打法是不是？细节大哥。哎、欸，完蛋，眼睛不好啊。真的，是不是要试眼？但是他自己又进来了。我自己进来送，不需要我去处理哦，我已经自己处理好不好？这些东西他会自己来送，打这個。你各位啊，自己打理好自己啊。来砸一下这王。哎、欸。哦，没有，那个 risky 的一勾被按好了，我砸要打那个他在那个。我刚刚有污染是不是？嗯，他刚刚他要打那个之前在那个就是 blazing 那个比赛里面他打那个优啊，就类似这种。啊，等一下这个他就停。然后要打一个二攻一防打你攻，哎呦，他现在开始就要全力，他就会全力按蟑螂，他不会。然后现在这蟑螂都是走先在先给你，让你东就是让你加减按一点蟑螂，然后让你不再干。嗯哼，就是先吓你啊，然后砸尽量把你外面的王什么，他最主要还是要等他那个二攻。二攻一防一好，直接往上打。对，但是在这边这之前就不要。在这之前，他尽量都不交战。对对对，先不要交战，因为其实对面的蟑螂的数量其实跟自己差不多。哇，对面怎么走这么深啊？这么深的吗？对，你这个你敢打吗？你为什么要走这么进来啊？人家有四级解回兽了，你就来。对啊，为什么要？我想知道被一路送一波，而且顶回去早安的那个。刚刚好，先吃你一波，然后我等下再打一波，哇，好爽哦、喔，好开心啊、喔！没有想到你会自己出来送我一波呢。你早餐店阿姨要买巧克力吐司来送你一杯咖啡。哎，贴上去。二攻一防好了，然后再等。可以，蟑螂去上来了。火蟑螂往后拉，火蟑有点胖，有点胖。但是 Risky 其实也要一点那个火蟑螂，他刚刚浪费了一轮输出啊。哇，啊、全部蟑螂被打趴啦。打崩啦 ！Nice 啊，二关好了，这 risky 要直接啊打出了 GG， 在他前面那波部队走了莫名其妙被吃了一大波的情况下，啊无力回天是选择了投降。啊，雷蒙是目前1-0，先取得点，在这波山上面是取了一个听牌哦，不错哦，这一波真的是打得漂亮。最主要是对面送的，我是其实也不是对啊，不是打他打得漂亮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对面就会自己走一波嘛，因为他先去激怒别人，你知道吗？真的耶，有人不许你这么嚣张，想找我王虫就找我王虫，我还不出来惩罚你，殊不知被惩罚的是他自己。真的，头很痛。欸，有人给你100个小旗点，要你买个坟墓，来帮我买个塔位。对对对，买塔位。100 cheers， 100 cheers 换算成多少？1美对不对？好问题，我真没算过。30块可以买几分之几个塔？谁知道？我怎么知道现在塔位平均价会多少钱？现在塔位，如果你住那个五楼的话，就是跟你的也差不多高的。那个一个格子大概要个。大概要个14万、15万左右。这个30块，大概我这个30块，大概存个年应该就有机会。当做是塔位定存嘛，对不对？塔位定存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是真的有人买塔位当存？前阵子好像有吧。很流行哦，那时候很流行。对啊，对啊。每个人都要买一个这个不动产嘞，算这个不动产是放在柜子里面的。那真的是不动产。我之前去看，就有人把整片的塔，真的假的、啊？整片啊，都写售，都已经被买出了。好扯！那都没有住人，那一定是。好扯哦！这真的是投资啊，买塔位当投资。哎，那天我还去那个淡水那个，那个地方叫什么？北新庄。那有一整片都是。阿弥陀佛的地方，盖的超像皇宫的，真是不跟你盖的。你去帮网看，它这是金碧辉煌，我还以为我来到什么异世界。人死后就是要住的好一点嘛、啊，生前没办法，生前住那个狗窝，死后都要住得像豪宅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
我那时候真的是有点，因为那时候就觉得哇，那边好炫炮哦，因为我在另外一边，我在天元宫那边在散步，对，然后可是就刚好，因为那边视野蛮好的，可以看到另外一座山头，就是金碧辉煌这样。我觉得早上可以再打一次同样的投资，看看 Risky 怎么做应对。这一张蓝，因为蓝衣也是一个更近啦，而且它是可以赌前期口，然后也是蛮好赌的一张地，所以可以考虑再打一张。最稳的啊，因为你顶着 ping 跟人家打口，不知道有点麻烦。我是不知道这个 Risky 现在到底在哪里啊？他这个人也是。哎、欸，他这样打美洲就不能再打欧洲了吧？这个双重国籍，他只能选一边嘛。好像欧洲没有看到他啊，他觉得欧洲比较难打。好了，这边第二场比赛是来到了蓝衣上面的右上角，是来自台湾的重组选手，红色的莱蒙。左下角蓝色的纽西兰，纽西兰的重组选手 Risky， 两边十二 D。正常发挥哦。但是正常发挥上吧，两边目前都一样。你不十二滴他就会十二，没错没错。那不如我们一起十二滴，我们一起、欸、要那个农民起义了吗？哎、欸，不对啊，谁要农民起义了？哦，刚早上拉到农民，你有发现他少钱？哎呦，他真的少人家60块左右，失误啦！赛前抖那个便当。好，来开矿，尴尬，钱不够。半对面五秒，两边都开始爆狗。哇、哦，少一个便当，怎么吃得饱？冲啊！冲啊！要不要来？啊，直接选择等斜坡了。等斜坡、啊，但是人家有王宠啊。前面有点亏啊，然后这边那个早安这边很聪明哦，因为他知道对面应该也是一样十二滴的同样的开局，他王宠看到了，而且他现在还不知道，但是理论上看时间跟他一模一样，他可以，然后他后面其实很快的就先补了，所以他农民现在多整整多对面两，哎、欸，好像第一次取消了，又看到对面二矿了，对不对？看到二矿，对，安心取消。不过对面是要干大事的、哦，他对面那个瓦斯在踩，对，等一下应该是会先提供。哎、欸，这边后床，哎、欸欸，后床要站好位置，不能被包。狗来帮忙一下，哎、欸，站回来，冲在上面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目前操作都还可以，包掉两条狗可以。那 Richie 后面在全速的在刷农民，还只剩一只瓦斯，一只农民在踩瓦斯。啊，踢狗树，等下狗树按下去，100瓦给狗树，看他会不会开始藏狗。狗树按下去之后，可能开始藏。那早晨这边，目前是没有瓦斯的、啊，全力在爆经济。等下那个，然后这边会打一个北东，在北东边没有狗树，因为没有狗树。对，然后 Risky 这边会直接去三矿，他那个就在三矿左右。如果这时候早安开开心心的去三开，哦，这是 Risky 三开了。Risky 这边三开，他没有打一个，他应该反正两边剂量差不多，这狗下点。哎、欸，这个后手，啊，驱赶一下王虫、哦，有两条狗溜上去了。这个我看到 Risky 后面在按狗，如果早安建筑学读好啊。五号应该就没事了。有开始组，还少一个，少一个建筑、嗯。要很小心，后虫不要再爬隔太出去。对，来蟑螂虫草，蟑螂还职场。这个狗想去哪？欸，对啊，你没有狗树，你要去哪里、啊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！不要啊，不要！他没有看到他的狗出门了，再会了。不要！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！哇，你还这么点这么开心，狗来啦！来了 ，surprise！ 蟑螂虫草当然还没有好情况下直接死了，
三只的后虫，输血输不回来，这个技术区好不了。人生哼，直接宣判死刑。哎，这输太严重啦。他中间的那个王虫没摆好，没有看到狗出门。对，因为直接冲过来，他完全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误。因为早上其实他一直都没有，如果两边都十二滴啊，你其实你应该要一直想办法溜两条狗，看一下他家里到底有没有再提狗出。有的话，刚刚他有，如果他有做这件事情，他刚那个后虫绝对不敢走出去抓到你。嗯。好，第三场比赛目前。早晨真的要好好把握这一场啊，是不是？双方的赛末点，虫族的内战，每一把都要打到1-1，这么刺激！我要打这么邪妙啊，真的。好，这张地图是来到了亚历克桑德港，这边左上角是11点方向的红色台湾虫选手 Lemon， 我们的早晨。右下角则是蓝色的纽西兰虫选手 Risky。这一局的话，两边160-170，为什么早晨感觉少了5块钱啊？嗯，可能开局吧，开局那个农民跌的时候，应该只是跌，没有跌好而已。两边是在前期选择一个裸双哦，比较平稳一点啊。等一下看一下裸双之后，两边要选择怎么样的打法。我看一下其他的部分，哇 ，McKenny 出现嘞，还是可以啊，没有问题。真不愧是我们的美国队长，哇，日本人王差一分，哇。可惜了，确定不是美国插花队？美国插花队长，欸，人家很爱国欸，就是打那个国家杯的时候还把国旗披在自己身上。啊，他那个举动我觉得不太行。啊啊，我是说他来看戏的那个举动。啊，看戏，他就没有上场的意思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有个逆风大哥在那边，加油加油，加油喊得很大声，加油喊得很大声。通通都交给你了。对，我怎么觉得这个败部有点硬啊？什么 John Snow、Winter 都下来了 ，RYU， 看一下啊，还有什么？我觉得这败部真的有点硬欸。不管了，关关难过关关过，至少看能不能在这一局赢下来啊。这个农民是要去三开的，是不是？这么早？哎，雷蒙也一样。侦查的细节啊，两边都已经确认到对面是选择一个速开三基地的打法。然后把那个王虫，把这张图只有两个地方，对啊，把那两个地方王虫占好，然后不要漏看了任何一条狗。然后等一下突然在你家附近变个4个毒爆，然后配合另外一边走进去二放门，对，嗯哼，好，我看你这三条怎么打死？四条狗打三条狗啊！我操！哎、欸，不要啊！哎、欸、啊！来，后面两条，后面四条狗还不敢打这三条狗，四条打三条，你还先怂了啊？冲、欸、掉了！这个反应，这反应睡着了。感恩祈福，送你两条狗，真赚，半买半相送，哎，赚赚赚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送两条狗还可以啊，真的是感恩祈福哎，哎呦，谢谢这个，谢谢师傅，谢谢阿师傅，哎，阿师傅，阿师傅送的好啊，好，钻不进去，
看到毒爆虫草已经进化室哦。然后那这边的话就是早安这边赶快 也把自己进化室放去。嗯。哦，这边 Risky 是先跳二本。我放部队。然后瓦斯也先不下去。哇，还是没有钻进去。那反倒是 Risky 这边是溜进来的，好两条狗啊。看着 Risky 这边挣扎的还蛮……哎、欸，有细节，这次有做到位。好，这边早安这边做的很好，就是、再穿一次。然后这次进来了 ，OK。好，他进去，进去看到，如果看到四个瓦斯的话，但是他没有看到二矿的瓦斯、欸，二矿完全没看到，而且对，哦，这边两个有机会哦，这有机会，这有机会装。我觉得 Risk 好像没有意识到发生什么，用那个，而且早上这边要打双线，先去咬一波这个三矿，对，这边有一波狗要同时，哎、欸，是个后虫，你好啊，那就是他。就是他，就是他，过我们家的王，就是他，对对对对，来冲进去，主控主控主控，炸一波 ，nice， 哎呀，炸好了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炸歪了，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这边还可以咬点东西，哎呦，太可惜了吧，我的天，他可以刚刚至少可以炸五六只哎，真的是五六只，一二三四五全部残血啊，我的天，这边跳龙塔了，哎呦哎呦哎呦。哎、欸，他有看到三矿的瓦斯哎、欸欸！早安要打，他是不是没有二本？早安没有，哎、欸、有二本，我先看。他就他二本，他二本，他二本。他这边再变一波毒爆是不是？这边变一波毒爆，那他二本他的狗按好多、哦。对啊，怎么按这么多狗啊？他不是有打抓了吗？他怎么还在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来，这个斜坡口是有防守的哦。当然顶前面，毒爆左后面。哎、欸，去哪里啊？哎，战局有点混乱哦，来来，稍微咬一下，操作一下。尖草王虫飘进去了，看到你瓦斯，看到你的螺旋塔、啊。那这边早安就要决定，要赶快决定他到底是要打晕，不要再被骗这个毒爆喽。哎、欸、啊啊！哎呦，他被骗光光。哎呦，我的头好痛，他绝对打晕是不是？跟着爆，跟着下螺旋塔。这个螺旋塔可能是舒服飞啦。嗯。来，躲来不咬。人家是有一攻近战的、啊，快逃啊！快逃！快逃！快跑！快跑！等下打得更被动一点，这边非常等下就要出来了，前面可能要插一些包子塔，而且王虫要收回来，王虫啊！他觉得脚有点麻。一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九颗王虫啊！大哥，求求你收回来吧！卡麻是安怎造？脚都麻了。哎、欸，九颗王虫哎、欸，这可打了就。这去了，你完全没有虫科导流啊！你就补那个，你就补那个王虫就饱了、哦，尴尬，很尴尬。他还想藏飞糖是不是？啊，人家就有看。他是想要藏还是想要找啊？应该不是找吧？藏没什么意义吧？哦，你藏没什么意义啊！狂暴飞龙，来来来，飞龙抱起来，来开飞，开飞了。给你个机会，赶快飞回来。就脚有点麻，脚有点麻。嗯，还有个机会跑回来。原生了是远程二攻，开始出辅飞，六只的辅飞。下面包子爬行虫，赶快盖，赶快盖，做好十足的准备及防守。哦，这边还有两，还有啊，这个后冲击哦，奶一口，没有奶。吃王虫，哎、欸，王虫别再飞出去了，回家，快回来，在这里集合。来来来，哇哇哇！这个虫还怎么没有爆？这射的有点多。卡人口喽！这边还走了一波蟑螂。啊，看一下这个拖一下时间的，避的非常稍微往后。死了五只的王虫啦，目前人口数是红起来了。哎、欸，红的喜气，红的好。135人口，后续有继续出辅飞，这个四矿被限制住了。这个局面好像不太妙哎、欸，63人口，这个蟑螂的部队，哎，就是时光来不及呀、啊，送给对面了，一波大的被包夹，被包夹了，除非有办法来救吗？我的狗直接灌进去，包后，哇，后头掉了，很尴尬，毒爆来了，撞一波大的，对，再撞一波，哎呀，
蟑螂蟑螂蟑螂，帮忙打，帮打帮打。哎，虎飞，虎飞，虎飞亮其实已经续血，这应该打的，应该打的赢飞糖吧？看一下数量啊、哦，15只虎飞打29只飞糖，有办法一比二吗？哎、欸，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，我们这样就 A 了，甩甩起来，不能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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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甩起来，甩起来，巨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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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甩，巨甩，甩。哇，刚第一时间被贴的有点多啊！对啊，再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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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甩甩甩！哇，这哎、欸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看看守住啊，人口不可以啊，但是甩回来是可以啊。我觉得这局有点母汤啊，这个四框开不起来，开一辈子。狙甩，四框来不及取消，狙甩，后冲，奶一下，奶一下，那土飞奶了，奶了，但是要继续操作啊。啊，这边 Lemon 自己知道土飞数量已经续不起来，希望他四框迟迟无法开出来，然后自己的蟑螂被包一大坨的情况下，最后是打出了GG。